40年我开始做，第一个选择是大半羊，就开始做到现在。因为我住这边嘛，我住到半羊八巷嘛，因为我是熟悉，比较熟悉的嘛，内行的嘛，从小是跟父亲做到老了。因为我们的咖喱全都自己做，因为我的东西比较特色嘛，都是自己做嘛，猪扒、蒸肉饼这些，榨菜这些咯，我们比较传统的海南式的。差不多将近是6点、10点、4点半左右，蛮辛苦啊。吃这样快要耐苦，要勤劳刻苦才可以。新加坡，我们新加坡感觉我们新加坡很骄傲，哦，很繁荣哦，很成功，每个健康。